有签约仪式正式展开。南台湾国际产学联盟，它事实上是科技部所去推动的一个计划，产业跟我们学术界能一起合作去打国际杯。中山大学、高雄医学大学、高雄大学、屏东科技大学，还有高雄科技大学，针对智慧这两个字所做出的研究的成果，每个教授在这一个顶尖的研究，我们希望以产业的导向、产业的需求来跟产业做合作，来研发出产品。这个在台湾绝对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。我们的定位就是找人才、找技术。我们从菜市场服务到晶圆厂，我们里面的人是从产业来的，所以跟产业在沟通速度会加快。那以前企业必须要单独面对一个大学，现在不用了，一通电话。服务就来。替企业界找寻理想的人才，找寻理想的技术，最强的研发智慧的推广平台。你找人才、找技术，跟南台湾国际产学前瞻联络中心联络，这就对了。